368出去走走，今天来到龙潭。在两三百年前，听说这个地方很欠水，因在地人很诚心在祈求，结果天顶出现一只龙，也带来雨水，所以这个地方才叫做龙潭。我知道龙潭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社区叫做高原社区，它是一个有机村哦。我们现在进来问村长看看。桃园龙潭的面积只有75平方公里，但不过在这片不算大的土地有超过10万人的人口，其中客家人都60%以上，号称茶余之乡。因为龙潭种地的历史对清朝都有记录，后来经过前总统李登辉先生改好名叫做龙泉茶，才够引起大家的注意。现在龙潭另外一个发展的重点就是有机产业。村长，是怎么我们家有这么多皮糖？以前我们家是算是一个山上，在这山顶大家要灌溉就很不方便，不远不远地方就会挖一个皮糖，所以目前在高原呢，仅存的皮糖只剩下5口而已。我们进户没有环保意识抬头过，大家也有开始规定说不能废溜啊，这就像溜地一样，不可以废溜。你看天气的暖化，就是因为太多的皮糖都废掉啊，废掉之后，你看都是变马路，都变水泥的话，不好抓。所以我们会一直去保护这皮糖，就是这样。在这一个皮糖里面比较珍贵，是因为我们在这附近啊，发现有54种的那个蜻蜓，尤其有一种漆黑蜻蜓啊，像那个苍蝇这么小的，从北到南只到这边发现，再往南就没有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变了一个植物叫做龙潭荇菜，从北到南它只到这边发现过，这个龙潭荇菜还有存在的。那我们现在要保护龙潭荇菜跟野碧荠这两种植物在这个皮塘里面，让这个蜻蜓呢能够生长产卵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保护好。高原社区在龙潭的南边，过去因为土地欠肥，无好种作，村民的生活真辛苦。这几年，政府推动社区营造，在村长甲村民的拍拼，用新的环保、有机概念来带动社区的民众关心家己的家园。但是我有发现到前面很多睡莲呢。对，那就是所以说村民我们为什么要推有机村，就是这样。其实那种睡莲对我们这个富裕龙潭荇菜这蜻蜓来讲，它是一个浩劫，所以并不适合于说每一个地方它可以种睡莲，把我们这个龙潭荇菜就会盖掉了，这我们就很辛苦很累了。哇，所以3年前放了一颗睡莲丢下去，3年后你敢看，整个皮塘、整个皮亚丁头拢是睡莲了。对，我没有请过台大的那植物学博士来协助我们，之后他告诉我们100%黑色的密度那个网子把它盖住，不要让它照到阳光的话，它就能够自然而然就能够消灭掉。社区的土质属于红土，是制作砖瓦工上好的原料，所以在民国60年代，这边设计拢是砖瓦窑。但是这个好光景只有10年的时间，后来砖瓦窑没落了后，少年人只有出去外口找工作。我拄只发现到这是什么哈？这吼，阮家诶集会所内底，阮逐天拜一到拜五啊吼，阮拢有吼提供吼迄个65岁诶迄个长辈来遮呢，诶佚佗啦、行棋啦、开讲啦，还是跳舞啦、运动啦吼。诶，伊到岛啦，伊都唔免讲家己啊，倒去厝诶哈，煮一顿，啊家己伫遐食饭安尼，迄个无意思。啊，阮若逐天都请志工伫遮吼，煮一顿吼，啊这菜都是吼个人摕来诶。家己种的吼，所以讲环境好，啊，种的菜嘛是好食，无农药，无毒，所以吼，伊食剩的吼，食袂去，伊就摕来食，啊，咱大家做伙食，大家做伙食，吸收的营养较有够啦。这个感觉很像我们环保站啦，吼，环保志工营啊，然后中岛大家食饭，但是大家种什么就摕什么来吃，对，大家一起享用啊。我们这社区啊，哈，办得很好，对，吃到饭。吃到菜又很好，又新鲜又好吃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快乐，来这里就快乐得不得了，心情好，身体就健康，交交朋友聊聊天很好，然后又有一个午餐可以吃，老人家动作迟钝，反应慢，
那万一烫到了呢？发生什么危险呢？家里没有人，等到人发现了，已经拜拜了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老人家来这里是最好的。平常一到四，有时候两位，有时候只有一位，他们是吃全素，跟他来这里，我们也特别为他准备素。拜五是全部全体人员一起吃素。其实现在的人哈，你偶尔吃素哈，清清肠胃，很好的。村长利用社区的资源，推动社区老人食堂，大家种菜到顶家，甚至还有送餐到府的服务哦。就有一些独居老人啊，或者一些儿女上班，然后家里都没有被人煮饭，然后就送餐。然后有一些是就是弱势的，像这位就送五碗餐两餐，他就不用煮。像我们来就一定要问到他回答我们为止，不然我怕躺在那个里边，你也不知道有没有事情什么的。村长就说他这边啊成立老人关怀中心，他从开始哈、哦。他就是招募一些志工，就是比如说我认识他啊，我就找他，他又在另外找朋友这样。村长带动社区老大人走出来，打造一个不老舞台，让这群老大人的退休生活不但过得真精彩，也兼顾到健康。听讲哦，咱这有一个什么不老舞台，那是什么？哦，不老歌舞团哦，这就是哦，平均年龄哦是差不多78岁加中辈所组成的一个不老歌舞团，让这些长辈哦，未感觉闲，哎，感觉愈参加愈有意思。啊，像今年哦，我们灯会在桃园，我们就去参加彩间。啊，彩间我们用什么？用那个娶亲队伍。哇，客家人的娶亲队伍很热闹啊，哈，礼物很多这样子，叫有点像嫁妆很多那些，哦，都是这些长辈他们自己做的道具啊，哦，就这样子，让自己的生活在这边不是吃饭而已，好，所以叫做不老歌舞团呐。安尼来遮真快乐嘞，吼，因为吼，唔呐讲有人情味以外，吼，佫会当发挥自己的创意。对，啊，佫产生一个大家庭感款啦，吼，安尼遮老大人一定就爱来遮。对老人家很好。来这里哈、哦，开杠啦，嗯，老师们教写字，好玩啊，快乐啊，老人家有伴就好了，那在家无聊、啊。餐厅甲我讲啊，因这庄啊来吼，阁有真侪有机农场哦。咱即摆吼进来问贵生，贵生，阿芬，你即摆咧做啥物啊？烤炒。我感觉你种的这菜怪怪。对，怪怪。你甲看咱的菜啊，安尼一丛一丛种的啊，边啊应该是拢干净的泥土啊。谁人边啊这嘛是菜吗？还是杂草？这个是杂草。你为什么让杂草长得遍地都是啊？因为咱这是有机的哈，一般咱拢袂使喷迄个除草剂农药哈，所以我们就是要用人工的方式去清除这些。对对对。咱种这什么菜那可爱啊？怎么红红的？哦，这哈。在那有机店里面哈，咱拢叫伊彩虹菠菜。啊，这个就是有机店很有名的那个彩虹菠菜哦。哎，是是。哦，它就是这个颜色的、哦。它有很多种颜色。啊，这是绿的呢。绿的啊，你看它又有带橙色。黄色的。啊，对，橙色，它又还有更黄的。哦，又有绿色的。还有绿色的。所以它叫彩虹菠菜。就是色彩蛮丰富的。所以这些菜都是有机的。是的。我想讲，因为要达成一个生态平衡，所以草啊跟有机菜啊，就让它一起生长，不是安那的。我们是这样的哈，当它不影响到我们菜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会放任它。像这样子，它已经开始有点跟我们的菜在竞争了哈，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它。贵盛较早是伫台北做工课，因为厝内爸母有年纪啊，所以决定中年转业，回来故乡种菜，而且要种都要种对身体好。对土地蛮好的有机蔬菜。参像你种有机啊吼，你感觉对这个土壤啊，跟恁较早咧种的时阵有啥物无同款？咱在北部吼，一般咱看到的拢是红土，啊，红土它有个特性就是这个带比较酸性，然后铁质比较高，但是有机质比较少。当我们转做这有机了之后，我们就会去改变土壤，来活化土壤。慢慢的哈，
这个草虽然长得很长，但是菜它经过这些活化了之后，它菜也可以长得很好。所以做有机嘛是有伊个真好的一个方式啦吼，唔啦讲伊个丰收好以外，上主要的就是这片土地会当互伊足健康的。对，我们在想说哈，这个爷爷把这土地留给了我们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把这片土地继续留下去给我们的子孙？那要是以有机的方式来耕作，那这个目标就可以达成。对，因为你善待了这一片土地哦，它一定会回馈你。哎，对，没错，让你收获满满。是，像这个就已经可以采收了。这可以采收了。对，稍微用一点力，然后再来再大一点。哎，因为我在菜市场买到的都是有连这个根呐、啊，安、哎、尼我拌起来连叶啊嘛拌起来呢。对啊，啊这叶啊到时咱就卖啊。这个叶子也可以吃吗？稍微比较嫩的就可以，嫩的就可以留着吃。对 对, 對，绿色我知道前一阵子很贵，菜价哈是跟随着天气在走。这一阵子没有什么雨水，像今天这个阳光啊，那相对的菜就容易长大，那这时候的菜价就会比较便宜啊。所以农民是看天吃饭，所以咱所吃的物件爱真疼惜啦哈，要很珍惜哈。对，因为这老天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采收到这么漂亮的菜，那所以。我们当我们在吃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可以浪费掉。是。桂顺回来故乡种有机蔬菜，参与安尼农场，伫高原社区度过的农友，大家拢会互相交换经验，用益菌来防止虫害，减少对土地伤害，和生态达到平衡。我问，你现在看我是不是都我一个人在这边做事？只有看到我一个人。对啊。但是其实这农场里面不止我一个人在这边做事。哦，所以你还有工作伙伴哦？还有很多伙伴。啊，今朝我来跟你认识一下。哦，来去认识一下朋友一下呢。好啊，行。行。啊，你倒位哈？啊，阮在伫遮。伫遮？伫遮。遮哪有人？遮无人啊？遮拢全一挂鸡啊！哦，有机农场哦。有机农场一定要有机嘛？对啊。哎啊，但是没有人啊。他就是我们的伙伴，帮忙我们工作。啊，哪讲？刚刚我们看到我们这些菜园里面是不是很多杂草？然后以及我们采完菜之后还有剩一些菜叶，那这些菜叶我们要清理啊，那是不是要花很多人工？要。好、哦，那这时候我们把采完的剩下不要要清理的，我们就把鸡赶进去，让它把它吃。你看现在吃到现在是不是一片菜叶一片草都不剩了？哎，真的哎，来你来看麦，我开给你看哦。哎，今天这全起的呢，这就是你的菜园啊、哦。鸡，我们试试看叫他们一下好了。好好好。看你看，都来了，有没有？都来了，都来了，都来了。你看，像这时候有杂草，它就帮我们除草。鸡，它是我们最好的除草机。那啊，你是我们最好的除草机耶！它也会用它的爪子把泥土里面有一些虫啦哈，会给它翻开来，会去吃那些虫。说当一个生态哈，它比较丰富、比较多元的时候哈，像。会有虫来吃我的菜，像刚才你看到青花菜有可能虫来吃，但是也会想要吃虫的虫来了，想要吃虫的虫来了，对，啊，在我们农业来说，我们称它为益虫。哦，益虫。对啊，譬如说瓢虫啦，啊，譬如说螳螂啦，这几种虫都会来去吃这些我们的害虫，这样子，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伙伴之一，这样。利用天然的生物链循环，和害虫在农场消失。嘛，让土地找到生机，无农药来破坏生态，种出来的青菜嘛更加健康。啊，这桂顺的太太阿五啦，阿五，啊你甲我介绍者，一花三吃，我就把那个心菜心有无切一切，然后呢把它腌制成这个客家的豆酱，吃一下菜心哈。嗯，好嘞，把这个放在麦那边。嗨。哦，反正朋友你有听到搞搞搞搞搞嘛，嗯，足脆哈，足脆不止脆，它吃得到它的那个甘甜的味道，哎，是，甘甘甜甜啊呢，很有蔬菜味。跟来吃这啊哈，这个阿五公爱沾他们这里客家的这个鸡酱，这种安尼撒撒起来都用得吃嘛哈，撒撒起来就简单呢。小看整。生丁啊，生丁，哎，这个感觉真的 很好吃哎。你来给他酒来加好加，给他你们是讲给他酒，给他你准备讲花园菜。它这样沾真的非常好吃，很爽口。应该是它很新鲜，
哦，所以看起来就会绿绿的，吃得到它的那个叶绿素。所以你看，咱蔬菜买到吃到这么健康啊，吼，这么养生哈。简单的一粒青花菜，就当变出三道菜。用青花菜茎加上红菜头，也够香菇、红枣，就当煮出青菜甘甜的滋味，才得真正健康。嘿，咱摕一挂这有机菜哦，来跟咱环保志工分享。嘿，因讲咱的环保站伫个工厂的边啊，啊，已经到位啊嘞。恁即马哦，进来找苏朱师姐。苏朱师姐，这就是咱的环保站哦。哦，苏朱师姐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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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我摕来迄个有机的啦。哦，这个哈。嘿，啊，等下我给你倒敬。哦。咱祝我咱的环保志工。环保志工奖。OK。好。好好好。啊，先，啊，你先，我先摕你把秤哦，哈。我们龙潭就没有环保站，就是那个临时的。啊，刚好外面那边就是种那个水果嘛，啊，自己吃的水果就没有整理。丁凤师姐说，她说，哎。你这个地方给我们做环保好不好？我说好了好了，你马上就说好。对啊，那边因为我种菜也种没那么宽。嗯哼。对啊。他早是种油啊，现在种好。没有啊，就是说长草也在那边长草了啊。讲到他们，就是大家来这边的话呢，啊，环境又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就好，给一些退休的老人家可以来这里活动活动。龙潭环保站在2008年启用。这块地是苏朱师姐先生提供的，和社区的环保志工有一个固定做环保的所在。苏朱师姐你好，听说你每天来吼，我早上6点半就到。每天哦，每天，所以你是常住的哦，吼。他用走路哦，你都用走的，要走很久吗？50分钟，50分钟走到这里来。啊，你怎么不想说要骑个脚踏车啊，或是摩托车？因为我骑脚踏车跌倒过，所以我不敢骑。哦，所以没关系啊，就走路当做运动嘛，哈。感恩你呢，谢谢你。啊，有一个阿公哎，我去看看哦，哈。哦，那个阿公。他也是天天来，天天来哦。除了又别的工作起来，又做子宫啊，医院子宫啊，就不能来了。哦，你还去医院当志工啊？有啊，啊，好棒哦！越做越健康，越做越快乐，就是这样。我就这个就是我的目标了。所以上帝的警示语有两句话，就我就记到心里头：感恩多，欢喜修啊。嗯。你看。这么简单，就是甘愿做欢喜受。对，一直从921以前就开始进来了嘛，哈，进来以后就做到现在，如做如欢喜，如做如快乐，所以都没有退转的心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从来没有，只有这样，一心一志。这个是花瓣小的。哦，那这个是比较大件的，我这种一拿，等一下挂比较方便，免大大丢细丢掉，变来变去。哦，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靠那个通风啊，让它晾干就对了啦。不要放在头脚对它飞这样，对不对？很细耶，你看这边。哎，我们这里很棒哎，怎么都会有这种很特别的桶子啊？回收的，这都回收的。回收，回收回来啊，那个师兄就改安那个呢。就一桶一桶这样，就不会很凌乱。再倒来倒去。家回收的物件下面上多？就是油纸袋。油纸袋，我下面油纸袋很多，因为它是有一家工厂，它是中药的工厂，中药爱包装足多层的，啊，也做个足高的，啊，水果哈比较干净。孙兄，哎，这环保站嘛，听讲水电啥拢你伫咧发落的吼。哦，对了，因为我本身是在做水电工程的，我设计还有那个，我就邀请我们的师兄师姐呢，然后大家来一起来这个来做这样哎。然后那个雨水回收的那个桶子，马是你设计？哎，对，也是我刚好我们一个厂商刚好他要办一个大水塔哈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我们环保教育站哦需要一个那个雨水回收那个。白水桶呢哈，是不是先给我们那个瓷器？他说好，没关系，那你们就拿回去用啊，这样哎。玻璃哦，玻璃啦，对对对，师兄好，哎，安师兄哈，这个他是也是社区那个环保志工哦，那社区环保志工阿姨就是两母女，她是住平镇那边啊，她都是每个礼拜都会来做，她很用心。师兄，你本身又在上班，你都什么时候来这里做？下班。下班哦。不然没时间了，用上大夜班了，然后做二休一啊，就礼拜天
下班来做、啊。你就是把握有时间，你就快点来这里付出就对了啦。你安尼是儿子，你带儿子礼拜走的哈？我们两个一起。我们两个一起做的哟。姻缘应该说，我爸以前有就来做，然后后来我爸走了之后，我们再继续做。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传承，对不对？哈，哦，也可以发挥生命的良能呐。本来只讲干那少120坪的农地来做环保，后来因为环保量愈来愈多，连这部工厂的仓库嘛，好只讲用来使用。咱今仔日要做的是啥物物件？素小卷。素小卷，你哪要取这个名？它炸起来就跟那个荤的那个差不多的味道。其实会取这个名字也是因为说要吸引很多会众啊来吃素啊。其实素食也可以煮得色香味俱全，对不对？对。只是说它用的食材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，是用素的。好，这就简单嘞。简单。那这个海苔啊，就是咱买这种的迄长的这个海苔哈，再来剪。啊，家己当爱加。不要太大，剪成这样，一公分一公分就好了。一公分就好了哈，就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卷起来。啊，咱要抹抹迄个头，就是用米粉来去浇水啊。浇糊嘿，面糊。啊，是虾米哈？哦，这个是要等一下炸的那个炸酥粉。炸酥粉加什么？加水。加一点点水。水。你不要太稀哦哈，就这样刚好。放一点盐巴，还有胡椒粉。这样就好了。真的长得好像哎，人家吃更像。素食的哈，你这样子有这一道菜下去哈，看起来真的给做旁排了。嘿，它长得很像哎。哦，这个很像那个呢。素小卷呢，它本身呢，因为有加这个海苔的关系，对，所以它就会有一点点那个海的味道。而且那个金针呢，它下去炸完以后会有那种嫩度，好软软啊那样哈，吃起来就会有别有一番风味啊，就 QQ 啊，软软啊那样，很香，很好吃。其实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吃，而且它做起来又非常简单。那刚刚淑珠师姐说，它可以就是像我们这样做好以后，用保鲜盒就把它放在冰箱。那小朋友想吃啊，就可以炸给他们吃，不见得要出去外面买零食啊。我觉得我感觉这个比零食还更营养哈，更方便哈。其实吃素也可以吃得色香味俱全，对啊。利用简单的金针菇，再加上一点啊巧思创意，都变化出一个好吃又健康的素食料理。这拢是相机菩萨推广素食的用心。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会当了解素食的好处，唔来会当带动身体环保，买当予大家食个真欢喜。